先买牛排，老样子，还是要有四十牛排，两可以每个人一个防毒面具，武器选择一个，磨刀石四个，四个，你都买四个？对啊，嗯，都买四个啊。灭火器我有买，一个其实就很够，盾牌可以考量要不要，然后防毒面具要一个哦。然后主要还是散弹枪啦，我拿手枪，这样可以打远。好。然后甲板，感觉可以买两个，兵器那么多。我每次都买两个。那中间过程是有机会打到。止痛药，我觉得先买个一组吧，十六个。现在挣多少钱？哇，还蛮多钱的。止痛药多多益善。然后，哎，对，要开锁器，我买了一个。喝个咖啡，平常都没用到，二十秒而已，咖啡好烂哦。金苹果，青苹果也可以买一点哦。啊，没钱了。买。钱了。给你一颗。谢谢。无敌还是比较好用啦，那金苹果就是油也不错。哇，这钱真好多哦。我也是拿手枪。那其实尽量买哦。好。现在好多钱呢？我怎么买那个垃圾？哎，李林，我回来。买那个垃圾。我了。我想买那个垃圾。OK， 获胜的关键。那是招人不信的东西。瓜，获胜的关键。不是要先吃西瓜，吃蛋糕啊！你吃什么西瓜啊？我吃完，我想啃一小口呗。吃西瓜蛋糕啊！你要趁那个还冰冰的，赶快吃一口。西瓜蛋糕也太酷了吧！好好。西瓜蛋糕能吃吗？感觉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可以啊，那个感觉都有草莓蛋糕了，西瓜蛋糕也可以吧？奇异果蛋糕也有啊，各种水果，水蜜桃蛋糕，会渗水，水渗出来，那个海绵蛋糕就湿的了。那就是考量烘焙师的技术啊。对呀、啊，西瓜酱。如果是二十年的烘焙师，我一定信啊。一年都不行。那如果他蛋糕是用塑料盆做的呢？没有这个问题啦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有可能一开始就有苦力怕哦。安全，安全，赶快跑进屋内。嗯，开别。刚开始这边就有。哎呦，开始这边小。绑缚手来锁定窗户。先吃幸运瓜。对啊，外面就有卖西瓜蛋糕了，还有西瓜果酱，是不是这么酷？西瓜酱。西瓜果酱还真不巧的，难抢难吃，超难吃。可是是西瓜果酱哎、欸，你有看过人家卖西瓜果酱吗？他们说有啊，还蛮好吃的，真假的？没吃过。西瓜真的什么都可以做哎、欸，好猛啊！西瓜好棒哦，好完美。可以做牛排。对啊，完美西瓜。有什么是西瓜做不了的事情？没有，无敌的西瓜，想不到，好无敌的食物、哦。不行，哎，楼下小心哦，山羊暴击，我被黏蜘蛛了、啊。啊，我倒了，哈基，我怎么倒了？嗯，哎，那个阿杰，你也小心，有，注意血量，没有，你剩五滴，可是有，有，对你比哈基还要厉害。他说的游戏有血，十滴以上才可以再打怪。哦，小猪，小猪，那我没有。哎，没有就上来，暴击，暴击，看我哎、欸。而且底下很危险，你要小心。真的。对啊，所以上来啊！哎，
不是，这边有蜘蛛在打我。倒了倒了倒了，猪猪追你。耶、yeah, ，队友真好，有张笔。张笔简单的。哇，那蜘蛛好毒。武器记得磨刀磨刀。磨刀武器，楼下窗户感觉比较钉、哎，这样子就算锁门也都可以。出去。我先躲个刺吧，在后面。后面。哦。往那边跑掉。那个。变身炼神，很痛很痛。变身的。打掉了吗？变身还没。还没，小心小心他的那一发，那一发。大炮。一楼房间走廊厕所，二楼房间，这不算房间啊，有吗？好像没事，走道吧，走道，走廊那也不行，他自己防毒面具，你那边会中毒。然后禁止奔跑，禁止奔跑，戴防毒面具哦，有多少要大家买哦。他自己你一个人在外面哦，你这样你不要了，你这样倒了，面面相觑，倒了不行，你倒过，你不能自己一个人。好，你失去自己的能力了。哎，啊，不能跑，不能跑。阿纪还没回家。来了，在你后面。哎，后面有那个，后面，你们后面有那个斧头。砰砰砰砰砰！哎、欸，对，我有灭火器。快来，斧头飞过来了。他那边有毒啊。这边不用带，这边不用带，这边安全。中毒了。哎对，糖糖不小心跑到。上来了。扁呢？还敢上来？无情开扁！我这边都灭火了。有拿火啊！有拿火！他们也在玩，我等一下就把它弄掉。戴着防毒面具，他一定没有走远。他还在招哦，小心哦！他在哪里？那什么男鬼？不是男鬼，那个什么？他在偷偷招，可以跑，可以跑了。哎、欸，我抓到他了，没事，灭掉。啊，毒还没结束。哎、欸，这里有那个要戴防毒面具，走廊，这里是走廊，现在只是可以跑而已。戴防毒面具好帅哦！那还用说啊？怎样？我这个戴了才比较好看，是不是？长得很像坏人。你就喜欢坏人是不是？怪物来袭哦，小心！啊！没看到啥怪，但脚断了。我的脚也断了。怪物又来袭，护工护工，碎碎碎哦！大胆用枪，玲玲。玲玲装备也可以升一下哦。他们有哭功哦！对啊，又是脑鬼怪。他们变斧头。脑鬼怪跑掉了。哎，在楼梯。哎，苦力怕，哦，没事。吓死我！小心，他们有那个哦，招脑鬼的。有、欸、我看到他，哦，我扁掉他，扁掉他了，没事。还敢再来变？下面是小猪。啊，这里有那个，哎呦喂呀！哥，西瓜的记忆力。哎，苦力怕，苦力怕，追你了。哦。啊，记忆为什么你每次装备都很万升？升一下装啊，升一下装。好。
你都打很多，然后升很慢，你是不是都把风力升到满？没有，先把那个掠夺满了，掠夺要有。对啊，掠夺满，钱堆钱，满了之后才会升装备啊。你少来，你掠夺早就满了。你一定在说别的。那个男鬼，还有耐久，就不要装备，阿且是装备。我没有等级，啊，我先出。我们掠夺不一定要升那么多，掠夺升两级可以吧？可以。哦，武器磨刀，有的。你吸，你吸。苦力怕，没事，这样知道他们召唤的会有苦力怕。每次放怪小心，怪物来袭，扑攻，炸！楼下都扑攻，哎呦！太多扑攻了，哎！哎，你不洗，又有。这是我后脑勺，谁？脑鬼，外面那一只，在床边那边。阿纪，你还皮革装阿纪？过分！我没钱，钱都被吸走了。你怪怪的，你33杀，然后怪怪的，你这个都在乱花钱。我还没有钱，不可能！我救你，看后面有人打你。啊！我去打那个放脑鬼了，还敢那么近放，脑鬼倒，我好多棒棒，我九根棒棒哎、欸，那你好棒哦、啊，狗狗直接秒杀，对啦，狗狗最烦、欸，他们都没有给我们锁门呢、欸。就想要去变烂的，要换电箱哦。三十秒。猪猪，又有人在招脑鬼啦！哦，你真的很会洗的，阿奇在哪？在外面。外面？哪个外面？哪里？快点说。大楼外面。等一下，我就帮你拎。右边。右侧边。等一下，有在追你。有都打，右侧边。艾克痛。他只有看到吗？我没看到啊。我看到，你在正后面的。这是正后面吗？这不是侧。草夹子。啊哈！狗背。走到哪都忘了，在餐厅哦，那个升级的。好。厨房。你可以来这角落吗？我给你换装。我给你衣服裤子，你给我。速度，啊、速度。哎、欸，裤子，哎呦，好睡。有。那边在你身上丢一个手枪手弹。好喂、欸。丢到啥还要谁？哇。扁他！我们现在要，血腥的就哈基跟阿奇而已。笑，苦力怕哦，苦力怕跟扑攻。我终于可以修我的脚了。你好了啦。这个
又我刚刚拿回放出来。你好了啦，太夸张了，倒在哪？救起来了。来桌子底下。桌子底下，爆炸。食物人。确实。他变成食物人。走廊又是走廊，走廊有毒哦。啊！钻进去。禁止奔跑，禁止奔跑。买哦，哎，有一个安德怪。好烧，好烧，好一二哦。对，太冷了。小破屋，小破屋。走廊不能走，要走正门外面。